喂，Hello， 大家好！玩开电单车嘅朋友们，甚至玩赛车游戏嘅观众，相信对于线位有啲认识。咁我呢条片亦都好想好简单咁介绍下 out in out， 知道系咩嘅就当笑片咁睇落去啦。基本上电单车最保守嘅驾驶路线就系行正条路嘅正中间，高深少少嘅亦建议行中间嘅偏左或者偏右，会比较少水渍啊、油渍、碎石等等，视野又更好。如果前面突发急停，亦都能更快反应咁摄走。但入弯嘅时候行正中间，又系咪最快最好嘅路线呢？其实入弯嘅时候，良好嘅行车路线会对于弯速、出弯嘅速度有好大嘅帮助。而 out in out 就系最基本嘅赛车线位技术啦。先同大家讲一讲个词语 apex， 佢可以解弯心嘅临界点。理论上入弯经过 apex， 而过咗 apex 之后加速就是最理想的驾驶路线了。而 out in out 的意思就是入弯的时候最靠近外线，弯心靠近内线经过 apex， 出弯就靠近外线。但是为什么不贴住内弯咁行呢？明明是最短的行车路线的。贴住个弯行并不是最快的过弯方法。out in out 可以令车手有最高的驾驶速度过弯。当然不同的弯、不同的车、不同的驾驶风格， Apex 不一定在同一个位置，甚至有 Late Apex 等更加高的学问，我不够了继续讲下去了。如果想知更多关于 Apex 连续弯的处理，欢迎看加州赛车学校创办人 Keith Cook 的教学影片《弯道圣经》，会学到更加多东西。好过听我废话，是不是？我放了 link 在下面了。咁等我讲下喺街道上面嘅使用啦。对于我嚟讲，转弯嘅时候 out in out 靠近内弯嘅容错率会更加高，唔会咁易波欧发生意外。如果唔讲飞车，驾驶电单车良好嘅线位，亦都可以俾大家好流畅咁样过每一只弯，系舒服嘅。但记住一点，要随时留意附近嘅车辆。我习惯唔会过线，因为非常危险。而作为二碌驾驶者，亦要随时小心其他驾驶者踩晒两条线咁嘅超技术过弯，一定要小心。咁最后俾大家睇睇两条片，我谂大家会有更加深嘅体会。再睇多一次啦，呢位骑士喺弯心压埋嚟，好彩个扭太刮薄，先冇发生意外。而驾驶电单车的朋友都要好小心呢类型的赛车手，保持距离，因为随时会发生意外。最后，我竟然在大埔道执咗性。